我给沈丹宁送个饭。好，谢谢。进吧。 丹宁姐，我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面条，来，还握两个鸡蛋，来，快趁热吃。丹宁姐，我知道你心里难受。 但是我们全厂的战士和工人都相信你，领导也一定会还你清白的。我们都等着那一天。如果我真的是特务，你不是。如果你要是特务，那我们谁还是好人？ 我们厂的这些人，还有上级领导，难道我们眼睛都瞎了吗？你不用安慰我，我也相信党组织。不就多等几天吗？没关系的。 丹宁姐，嗯，挺住了。 我会天天来看你的。对了，那些是我给你带的换洗衣服，记得换上。明天我把脏的拿走。谢谢。天不早了，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。 董事长，你得出什么结论了？沈丹宁在广州的工作情况，你一个外调就可以搞清楚的。现在是审问沈丹宁还是在审问我呀？董事长，请你好好想一想，红枫厂是怎么来的？是沈丹宁同志。 带着我们打下来的，这牙条也是人家帮咱们运回来的。他要是特务，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？这正是我们要搞清楚的。怎么搞清楚？屈大成招是吗？啊？只要我在，我看谁敢！林汉琪，如果你是这个态度的话，那我只能把沈丹宁带回海口审问。 试试，放肆！好，林汉杰，人我可以先不带走，但你今天的所作所为，我会如实向上级和分局领导汇报。随你便，把枪给我收起来，否则我命令警卫缴你的枪。 我现在通报海南分局党委的电话通知：鉴于林汉杰同志在审查沈丹宁问题上的过激表现，分局党委决定暂停林汉杰同志的厂长职务，暂停工作期间不得过问沈丹宁一案的审理情况。红枫厂的行政工作由南燕归同志代理，生产工作由徐凯富同志负责。
通知人陈长英。接受组织安排。林厂长，我会亲自去一趟广东调查此事，相信用不了多久，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。散会吧。陈胜利同志留下。陈胜利，我马上要去广东外调，委托你替我办一件事儿。您请吩咐。这张表格的墨水颜色我发现有些深，你拿去海口公安局做一个技术鉴定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异常。好，我尽管去吧。啊，还有，厂里每个人是不是每年都会写年终总结报告？是的。你把能够接触到保卫处档案的人的总结报告调出来，让公安局的人把他们的笔记和这张表格的笔记做一个对比，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线索。好，好的。记住，这件事情不能让任何人知道，尤其是林汉杰，这是保密纪律。好，好。这么早就回来了，头一回啊。唉，甭提了，那位说是挺我的职。为什么呀？说呀。这还用问？不想让我管沈丹宁的事儿呗？我倒是觉得陈政委是在帮你，他是怕你在丹宁姐的问题上说过火的话，办过火的事儿。你那直脾气啊，也该改一改了，别沾火就着。凡事啊，讲个策略。反正打死我，我也不相信沈丹宁能是特务。他们要是查不出来，我亲自查。其实我这两天也想了想，我觉得罗处长的怀疑不是没有道理。你看啊，这余冠涛知道大家都在抓他，可是他为什么还要跑回垦殖场来？你是说，你也怀疑咱们厂里头有他的同党？那天夜里，在医务所，是你的岗吧？是。回忆一下，有没有人进过余冠涛的停尸房？是简医生。简医生，他干什么去了？拿药。他有接近过余冠涛的尸体吗？没有，那间房是药品库，他拿了药就走了。你确定？简医生一直没有离开过你的视线吗？报告院长，我敢用脑袋担保，他一秒钟也没有离开过我的视线。好，做得很好，忙去吧。是。院长，我去找简医生核实一下吧。不用了吧，这事儿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？红枫垦殖场保卫处的，我想问一下，我们上回的检验报告出来了吗？取件单您给我一下。哦，好。您看一下。苏女士，啊，出来了，您稍等一下。好。
舍不得，您看着吧。有结果吗？有结果。这张表格的字是新的，您看它那个书写的年份明显不符。哦，那个，字迹鉴定呢？字迹和这份报告是一样的。我们的技术是经过反复的检验，肯定不会错的。同志，同志，您没事吧？什么？姐妹，我最后给你一次说实话的机会。这个表格是不是你写的？是不是你塞在沈丹宁的档案里的？是。哦，还好你没骗我。罗明让我去海口市公安局做的技术鉴定，这张表格上的墨水是新的，字迹跟你的年终总结报告一模一样。余冠涛的纸条是不是你塞的？什么纸条？我不知道。是不是？不是。我再问一遍，是不是？我拿我们的孩子的性命发誓，真的不是。姐妹，你到底还有多少秘密瞒着我呀？余冠涛给你的活动经费啊？再也没有任何秘密了。院长已经怀疑你了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太了解他了，我看得出来。那我该怎么办？结果那就是不能眼睁睁看着我们的孩子还没出生就。
这次我去广东外调，取得了一些初步的结果。从沈丹宁任职的几个单位了解情况，没有新的发现。沈丹宁的证词基本属实，我已经向上级请示。林汉杰同志恢复常常工作，那不就有结果了吗？对呀，这就说明沈丹宁根本就没有问题啊，是不是？我只说没有发现新的问题，并不代表之前的问题已经澄清了。 那如果再没有其他的发现，是不是就永远澄清不了了？不能。罗处长，你心里其实很清楚，说沈丹宁是天涯鸟特务，你是在国民党的档案里发现的。我就想问问你，你是相信咱们共产党，还是他们国民党？ 我相信事实。那如果是敌人故意栽赃陷害呢？如果你罗明的档案也出现在他们的档案里呢？那我罗明甘愿接受党组织对我进行最严苛的审查。我看就是敌特为了破坏国家的橡胶战略，特意设的这个局，目的啊就是要把我们的阵营给搞乱。对。 想象不代表事实，同志。老罗，你要给个准信儿吧，他到底什么时候能放出来？我们大家都需要他。我已经跟上级请示，沈丹宁同志可以暂时解除禁闭，但是审查依旧没有结束。没有我的批准，不准离开红枫厂。这个没有问题，但是我同时想组织申请，尽快的恢复他的名誉。现在还不能。 除非发现新的证据，或者是抓住真正的天涯鸟，如果确有其人的话，哼！李汉杰，你说话给我小心点！连长，什么事儿啊？放人去！是。我赶紧去通知一下任先生啊。 沈教导员，对不起，他现在还没有恢复红枫厂教导员的职务。沈丹宁同志，根据分局领导指示，你已经解除禁闭，可以回家了。只是解除禁闭吗？那我的问题有什么明确的说法吗？暂时还没有。 审查期间，如果要出场，还得向罗处长请假。那我还是有特务的嫌疑呗。 省得我跑了，没有这么大情绪。
我已经把事情总会调查清楚的，先回去舒服了再说。问题没有解决之前，我哪儿都不会去的。 陈胜利，走，帮他收拾东西。是。还愣着干嘛？把人带走。 咱们还是让丹宁姐静一静吧，她在禁闭室受了大委屈了。那这个东西，给我吧。啊，那我先回去啊。谢谢。 你也先回去吧。好，任大哥，那你就多费心，多陪陪丹宁姐吧。知道。何处长。 谢谢。你去海口公安局做的技术鉴定有结果了吗？啊，有结果了，我给您看一下吧。这张表格是新的，字是新写上去的，这是检验报告。 送过去十几个人，可能接触到档案人的字迹，没有结果。罗处长，您觉得天涯鸟这个人真的存在吗？一定存在。这个人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，相信你心中也已经有了目标了。我吗？ 我努力。谁啊？林厂长，有事吗？丹宁在吗？丹宁吩咐，厂里的人他谁都不想见。啊，你跟他说是我。他知道你会来，特意吩咐了。他说他不想见你。
对不起啊，实在对不起。教练。啊。到我家门口站岗了。有事儿。那个厂长，最近厂里出了挺多怪事儿，我这心里有点乱。别乱，你干得好着呢啊。不，这事情发展到这一步，跟我有直接的责任。胜利，可能是我平时对你要求太严了，一下绷太紧了。不是，怪我，全怪我，能怪你啊？要有啥事儿也是我这个厂长的责任，干你啥事儿？你咋了？有话就说嘛。出啥事儿了？厂长，我再想一晚上，就一晚上。我明天告诉你。什么新情况啊？我感觉我处长已经盯上我了。王明，他是专业的政保干部，他太厉害了，我逃不过他。盛烟，咱们一定沉住气啊！我想了一晚上，姐妹，你现在把你知道的事情再告诉我一遍啊！我知道的越清楚。你个孩子越安全，啊！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跟你说，没时间了。罗处长，这是你的职责所在，我非常理解。但是调查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能不能给我个准日子？全场上下现在被你搞得人心惶惶，你知不知道？什么时候抓到天涯鸟，什么时候就是个头。那你倒是查呀！你天天怀疑这个怀疑那个，这日子没法过。我要是马上能抓到的话，我用得着在这儿跟你喊吗？好，你查不出来，我替你查。杨旭，到，炊事集合。是。这个时候吹起警号，是要出大事儿啊！胜利，我害怕。姐妹，你听我说，不管谁找到你，问你什么，都不知道，什么都不要说，明白吗？不行，听我说，听我说，再说一遍。不管谁找到你，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什么都不要说，啊！还有啊，那咱俩的孩子，把咱埋在乡的，拜托你了。陈胜利。
我想问大家，我们凭什么能打胜仗？我们凭什么能从东北打到海南？我们凭的是我们兄弟之间过命的信任。我们今天的胜利果实是怎么得来的？是靠那些在战场上为我们、为国家牺牲了的兄弟们用血换来的。大家都知道，咱们的队伍里除了特务，而且还嫁祸给沈教导员，这是往我心里的扎刀子啊。这个人就在我们中间，就在我们的325营里。如果你还是325营的兵，你还有点血性，我希望你自己站出来。你干什么？警察，别费心了，那个人是我。你胡说啥？送回去。我就是田亚鸟。告诉我，这不是真的。去！营长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？
余冠涛给我的活动经费，这下你们谢了吧？，我们三二五也没你这号人，带走。 先回答问题：什么时候被余冠涛策反的？在六安镇，他给我的钱，一辈子都花不完。我是个穷孩子，没见过那么些钱，没受住诱惑。 为什么又杀了他？米店出事之后，他随时有可能被抓，我怕他把我供出来。沈南宁档案中的表格是谁写的？在乐安镇找了个老乡，代写的。既然余冠涛已经死了，你为什么又主动承认？因为你已经怀疑上我了。 随时可能会查到我头上，是吗？是吧？另外，我听营长说到三二五营牺牲的兄弟们，一开始我觉得我能坦然面对，但后来。 听了营长的话，我内心承受不了。国民党秘密档案中，沈丹宁的记录是怎么回事？这我不知道，余冠涛也不会告诉我。你的事，简梅知道吗？不知道。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两个人。 一个是简梅，一个是营长。今天先问到这儿，下去好好反省，看还有什么没有交代的。带走。 还是不相信，没法相信，陈胜利就是天下鸟。我也不信，他的回答天衣无缝，毫无破绽，这反倒让我怀疑他的真实性。 爱被霞光染透，让生命点亮大地，繁花锦绣，多少爱恨情仇。 因果自由缘由，哪怕覆水难收，为爱我都接受，一路风雨同舟，胸中。 拥着暖流，有爱。
伴左右，今生从不回头。心系我的山河。